但首先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忏悔。嗯。就是在我以前做了太多的错事情。嗯。包括邪淫啊，嗯，等等，请师父忏悔，请师父原谅。一定要真心悔改的，否则没用的。嗯。一定要真心忏悔。师父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否则的话，你的运程不会转的。嗯。嗯，是的，以前做了很多错事，太过分了，实在是。啊。现在知道就好了，要好好忏悔啊，忏悔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，听不懂啊。